嗨，大家好，我是洛。现在是五月的第一周，然后，第二周嘞，已经是五月的第二周了。然后五月的第二周，通常都是要庆祝母亲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金华饭店的三楼的金华轩来吃烤鸭。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但之前听蛮多人说，都说蛮好吃的，所以今天就来试试看。主角。一只鸭子的卷饼有超多张，有20份，所以我们四个人一个人可以吃5块，蛮爽的。怎么样？很好吃哦，它那个调味哈，加上它的那个配料，那个咸淡度恰到好处。现在来吃一下，就是第一吃，我喜欢它的酱哎，它的酱不会死咸，哎，不会太甜，对，不会太甜。叉烧，怎么样？那个脆皮是不是很脆？好脆！我刚以为吃到可乐果还是开心果什么的，好脆哦，很好吃，而且那个加那个芥末太赞了。今天的栗汤非常好喝，然后它是一个瓮，然后它会帮你服务把那个清汤盛装出来，然后里面的底料呢，它会另外放在盘子上，可以慢慢吃。里面的猪肉真的非常的软嫩，连那个软骨都已经炖到轻轻咬一下就化开了那种。现在呢，有请上汤娃娃菜守门人掌门人，我超爱来品尝一下。娃娃菜很嫩，但又有纤维感。口味呢？口味如何？好吃。那我懂你的意思了，谢谢。今天来到橘色，因为我要帮我朋友庆祝他离职，3年从来没有调过薪水的工作，然后好不容易离职了。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来橘色替他庆祝一下。你离职了开心吗？开心，因为你离职到现在一周啦，你这一周都做了些什么事？耍废，睡觉，躺着，不用工作的心情是很爽。现在来吃一下前菜，我前菜都是点这个。就有蒸蛋味，很好吃。是鸡蛋豆腐吧？我每次来都一定会点它这个松板猪，因为松板猪要做到这么大一片，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大一片的松板猪。然后这个松板猪就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有嚼劲的，很好吃。要记得对眼哦，不然会。对啊，不美满的性生活有7年哦。7年哦。对啊。恭喜你哦！谢谢谢谢谢谢。有看吗？橘色的一个好处就是服务都非常贴心，然后他们的玉米会帮你削好，然后盛装到小碗给大家，就是这样分着吃。重点是他们玉米的品质都选的是那种很甜很甜的那种。拜托大家来一定要点这个年糕，然后年糕你就是放锅子里面煮一下，沾它那个砂糖。沾到爆，就是这样子，整个这样都要沾到。怎么觉得他面相太聊成这样？咸咸甜甜。干嘛搞这样？咸咸甜甜，然后又很有 Q 劲。那毕竟是一定要点。你应该知道来橘色就是要吃什么了吧？刚刚就煮了大概15到20分钟，然后整个那个就变得很稠，然后很好吃，整个精华都在里面。如果你是爱吃海鲜的人的话，我就建议你点海鲜，因为我们今天只有点蛤蜊，然后如果你有点别的海鲜的话，那个鲜味就会更好。
重头戏，重头戏来了，就是杏仁豆腐。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甜点就是要点杏仁豆腐，因为这杏仁豆腐的口感跟想象中是不一样的，它是很 Q 很 Q 那种，像麻吉一样，然后冰冰凉凉甜甜的，很好吃，非常滑口。现在要来吃第二个甜点，我每次来这边都会点很多份甜点，我今天一共点了三份，我两份杏仁豆腐，然后这边还有一份，对，哎，这助理，棒，然后称职哦。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布丁，它那个蛋香味跟奶香味都非常的顺，然后它的那个甜不是一般的纯，不是一般的死甜，它有一个别的韵味。哎 ，Hello， 不要再讨论性器官了 ，Hold on for 3 minutes。这上面是葡萄干，重点是我觉得它的质地蛮不一样的，有点奶酪的。可是我不喜欢葡萄干。那你不要吃葡萄干啦！你不爱，刚才我是叫你吃布丁，我没有叫你吃葡萄干。布丁怎么样？很不一样哦。跟鸡家庄的比，跟鸡家庄不一样，鸡家庄再传统一点点。它的奶味，它的质地在更。我觉得它跟那个杏仁豆腐，杏仁豆有点雷同，它不是就有一个 Q 度。对。我们今天要去参加我们朋友的婚礼，然后我们今天都穿黑色的西装，很像要去那个 high school prom。然后今天你就是我的 date， 然后我们就要一起去。听说现在很塞车，所以我们赶快过去。OK。现在刚到降节郁金香酒店，在淡水，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朋友昨天烧了大概有没有100只乌龟，然后刚好是好天气，太棒了。我等一下要先去看他们证婚的仪式。 OK， 帅哦，我以为他是你哦。好久不见，风化成这样，可以啦，很漂亮哎，你们今天很漂亮哎。人家说我头发怎样？很硬，很硬，你大概用半罐吧。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一整盘回来，你有看？不硬可以吗？你很硬吗？看的时候，前面有家长。我们刚收工，今天拍我的那个穿搭影片，然后好累。原本那个摄影棚只租2小时，后来因为我动作太慢，是我吧？是因为反正今天就是 Gil 来帮我当那个导演跟技术组的人员，就帮我看一下画面啊这样。然后杨就是帮我打杂。我今天一整天都还没有吃，所以。我现在非常的饿，然后我们来到这间店是，我 always 会念错，不知道到底是小品雅厨还是雅品小厨，我就念雅品小厨。我看一下啊，小雅品厨，是小品雅厨，小品雅厨啦，小品雅厨是我那个，因为我外婆家离这边没有很远，所以
我印象中每次只要来外婆家就会找机会来吃，然后小平雅厨是一间那个吃青州小菜的餐厅，然后我最喜欢它是因为它每一个都用得很干净，然后看起来都很美味，然后每一道东西都非常的好吃。好，不管，我现在要先来吃。好饿啊！竟然还有这个，这是你爱吗？豆枣，哦，我超爱的，这个很复古的。因為很少人有大家懂豆枣吗？豆枣真的我不懂欸，我超爱，我真的超不懂，因为我跟杨就是喜欢去化学系很纳闷是吗？就是想说哇，我很久没有看到别人要点那一个，我超爱，我只要是看那种饭店早餐有豆枣都会装很多，好怪，超爱豆枣，我说它是稀饭界的菜饮，很耀眼。它是用什么做的啊？豆皮啦，是哦，那豆类的东西。哦，我每次来这边必点的呢，就是辣子鸡丁，然后它的番茄炒蛋非常非常好吃，一定要点。豆干肉丝，还有那个那是瓜子肉吗？香菇肉，香菇肉，还有豆枣要点。豆枣真的不用，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啦。好，我要开动了，一大大瓶拉丝，好吃好啊！还有那个豆腐，那豆腐也一定要点。好吃。我觉得哦，这个有辣。我觉得比那个复兴好吃，复兴南路。我刚也在吃，对啊，就好吃。刚刚也在想，因为它跟那个复兴南路上非常有名的青州小菜店，应该算是同价位的餐厅。同价位吗？嗯，然后这间也没有很便宜。对，这间不是便宜的，这间不是便宜的。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开动的时候就可以准备点第二碗粥，因为粥都很烫，所以可以先来放凉。哎、欸，那个很好吃的，对不对？还有那个香菇肉，很入味。嗯，这间的营业时间是晚上6点开始到半夜，所以我有时候4、5点已经很饿了，我就会等到6点赶快来吃。你吃饱了？对啊。我有点想吃那个猪欸。你没吃饱吗？你刚不是说吃饱了？但是又你有猪的那个味，点点味，你是猪肉味。怎么样？很好吃。有改变你对于？就是改变我对于青州小菜的成见。你凭什么对青州小菜有成见？你是什么？我是卤味王啊。留言有一些蛮好笑的，好像都叫我为什么不自己去买，还是就是说为什么不出门买就好了。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受 ESOP 的邀约，对，又是 ESOP， 就是他们在那个信义成品开了，这应该不算新店吧？他们有新的店装，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参观一下。今天就是总算结束了前几天的梅雨季，然后有出太阳，我想说应该会蛮热的。就穿一件比较透气的裤子，殊不知风非常的大，然后现在就是完全的冷风吹进我的洞。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裤子，它是这样一格一格的透气的裤子，然后风就一直灌进来，非常的冷。刚刚参观完 ESOP 在信义成品二楼的新店面，然后我觉得每一次来他们不一样的店都觉得真的蛮用心，而且很厉害。就是这间主题是澡堂，然后
他就用了很多那个瓷砖，有点太奶色的瓷砖。虽然这个店的空间没有很大，但它里面用了很多的弧形，在那个店的空间不大的情况之下，它可以让整体看起来比较有轻盈一点。很厉害，因为上次那个101店开幕我没有去，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店里面摆了一个还蛮厉害的一面墙，就是香水的蚊香墙，然后今天在这里也有看到。它虽然是只有在二楼，但是现在看到我们脸上这个光，是它有一片那个落地窗，然后就光就会直接洒进来，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它旁边有种别的植物，就会觉得整个很自在吧。今天来到小王煮瓜，因为呢，我今天要带我妈去机场，她要去加拿大找我姐爽玩一个月，然后想说去加拿大应该都是一些西式食物，今天来带她吃一些很台湾味的小吃，我怕她就是很思念。好吃吗？超赞的，我第一次吃。看起来很咸，但其实不会，对不对？不会。嗯，真的超级好吃啊！还有，我觉得它的米的品质不错。米很棒啊！对，因为有些都会比较有多碎米，那个比较便宜，这个、不会它不会。我每次来点都会点那种太大份，因为它大碗超大碗，对不对？我觉得还好，我刚刚阻止你，不然我真的会吃不完。另外我觉得它的那个其他的小菜类都非常优秀，卤白菜我非常喜欢，还有它的豆腐系列油豆腐，就卤到黑筋黑筋这样，感觉超级入味的。但是它吃进去其实都是非常温和，没有那种死咸，完全不会。汤怎么样？汤超赞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而且我觉得它很淳朴，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就是记忆中那个味道涌现，然后你会觉得对它就是它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些什么调味料，很单纯，我觉得单纯的就是好味道，大推。3, 2, 1 Arguing again, arguing about something so simple. Make it clear, tell me why you're running back to him. Feeling insecure, feeling like there's more to your character. Every tear that you cry. 我们现在在二航下的出境大厅，都没有人，人好少哦。现在先送我妈去 check in。就是你要往旁边走，就他们说你走 transfer。要出门喽。是啊，挺开心的。期待吗？非常开心。要去一个月哈。35天。好嚣张！赶快去玩，路上小心。谢谢谢谢。顺飞，拜。妈妈抱一下。顺风。顺风。